紀念喺路途當中嘅弟兄姊妹，求主你自己亦都係保守帶領佢哋，亦都讓我哋享受呢個嘅團年飯嘅時候，都係大家彼此團聚一齊嚟到互相嘅鼓勵，互相嘅嚟到帶領我哋下面嘅時間。禱告仰望交託，都係奉靠耶穌基督得勝嘅名祈求。阿門。好，請大家。福音的內容最重要就是在耶穌基督的身上，以及我們要抓住這個福音，站在這個福音的立場上。所以這首詩歌呢，我挑戰大家，如果得就將它背熟，每天這樣靈修啊，唱一唱這都好，這相當好。我想問一問，誰個製作剛才那些錄影帶，即那首詩歌那個配合那個墨西哥短宣的那些照片的布置，要舉手嚇，唔好講啊！邊個布置呢個場地？邊個布置啲台凳嘅？舉手。太太就嚟先嘅，太太嚟梗係落廚房啦。咁啊，老公梗係要執台啦。所以多謝佢。咁咧就有本書仔嚇，呢本書啊，我陣間會送再送俾阿。大家除了James之外，其他都可以舉手下。邊位識得楊木谷嘅舉手？楊木谷牧師，哦 Sam， 你識啊？佢係邊位啊？你話我知。牧師楊嘅牧師。老公佢落嚟。OK， 好。另外一個問題，邊個擺擺台面嗰啲布置嘅？舉手啊！舉手，你最好勝。又舉手。阿Wendy， 燒肉啊！燒肉最好嘅。OK， 有冇人贊？附耳嘅舉手。Carmen， 你最快。你問係唔係定還是係啊？啊 ？Maggie 定 Andy， 你講先。你唔好幫佢答啫。OK， 先你係啦。我哋掌聲多謝 Andy 嚇，佢啲手勢好型嘅。OK， 今日嚟第一次嚟我哋呢處食團年飯嘅，有我睇得見咧係有三位啊。咁咧就請你舉手，你知道係邊位？啊，舉手嚇。OK， 歡迎阿 Jason 嚟我哋當中。咁另外兩位咧 ？Roland， 係啦 ，Roland， 係啊，係啊，你哋兩位啊，代表人啦，又特別歡迎你啊，三年啦，好啦，三年啦，我就嚟啦。我哋再送俾其他人，你可以送俾其他人，有兩金就攞多半嚟。咁咧呢個咧，我哋教會將來喺門徒嘅事工上咧，真係要開始咧。一般嚟講咧，如果你有書咧，有啲人已經有書噶啦，咁咧就，咁咧食回噶啦嚇。咁呢個大使命咧就係叫我哋點啊，使萬民咩啊？做主嘅門徒，奉父子聖靈嘅名俾佢哋施浸，將神耶穌所吩咐嘅都教訓佢哋遵守。咁主耶穌就常與我哋常同同在，直到世代的末了。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浸，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，我就常與你們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咁喺聖經裏面嘅教導，邊係叫門徒呢？咁呢度咧，主耶穌親口咧就話俾我哋知，你要跟咁咧咁你點跟佢咧？就跟住耶穌嘅頭，跟住耶穌嘅手，跟住主耶穌嘅個心啊，嚟到去做。咁耶穌做過乜嘢？佢嘅思維係點？佢嘅心喺邊度？佢嘅手所做過嘅神蹟嚟試，我哋都要喺四福音裏邊好好去睇。咁所以咧，我哋有一個目標方向咧，就係使到我哋周遭嘅人咧被栽培、受到訓練，成為成熟嘅門徒。
係主耶穌真正俾 CBCOC， 我相信呢個喺我嚟講係一個 conviction， 就係讓教嬰兒，我哋本來咧係死人一個，即係死定㗎啦，按著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後也審，係咪？咁啊，世人都犯了罪，即係歸決神嘅榮耀。咁罪嘅公價咩啊？乃係死啊！咁所以咧，但係我哋有機會可以復活喎。點樣復活咧？就係你信靠耶穌，讓耶穌基督進入你。咁呢個係整呢本書裏邊咧頭嗰三章嘅一個理念啊。咁咧嚟到介紹俾大家。咁你點樣能夠將門訓成功咧？咁你呢個做領袖嘅，即係我啦。咁自己行頭嚇，要行先。咁咧，如果帶清楚呢個目標，所以我今日如果我講得唔清楚咧，係我嘅錯，唔係你嘅。甚至羅馬兵睇到耶穌斷氣嗰一下，佢都悔改。咁所以有好多時候咧，我哋唔係淨係睇嗰個人，要睇佢心，睇佢行為啊，睇佢講嘅嘢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咧就要集中精神，我哋喺一段嘅時間裏面，悉心儲心積累嘅去召集一班弟兄姊妹一齊嚟到成長。咁個目標點樣建立呢？係每一個組自己去自行決定，喺聖靈睇下點樣帶領你。咁咧你就要重複呢個 SCMD 嚇，呢個字咧好似係咩意思呢？咁下面就想俾大家先知道。咁你知道咗規則之後，大家定咗呢個遊戲規則啊。咁然之後開始成立呢個組隊，係三人一個小組都得，禱告小組、祈禱嚟到目標都得。咁咧，你然之後咧建立呢個環境嚟到去彼此嘅去認識啊，彼此去配搭，明白自己係做啲咩，彼此嘅角色係點樣，然之後實行呢個 SCMD。咁呢個 SCMD 裏邊咧會有三樣嘢咧係會建立你嘅關係。第一咧就係你要互相都透明，即係好坦噶嚇，好坦誠。冇咩特別隱瞞啊！這個呢個中國人比較難啊，有時將自己塊面扯落嚟啦，唔係咁容易。咁咧其實美國人都係一樣嚇。咁啊問責咧，亦都係最嬲尾咧，就係要喺呢四個領域裏邊咧嚟到去學習同神嘅關係、同家人嘅關係、同教會嘅關係、同整個社會嗰個關係，點樣建立一個和諧嘅關係啊？嚟到點樣做？我哋上個禮拜咧，為咗先至能夠合乎神嘅心意。咁呢啲我哋以後再慢慢講啦。咁至於你點樣評估一間教會係咪好成功嘅做一個群組訓練？嗱，記住唔係人數嚇，你千祈唔好以為哎呀人好多嘅就好啦，而其實係個質素啊。我十一年嘅時候咧，去一間教會，人唔係好多，但係佢個質素咧，你同佢傾。同佢聚會，同佢嘅嗰個種嘅相交咧，你可以感受到咧嗰個嘅質素係好高。咁所以呢個咧，我哋要追求咧，唔係話我哋人要好多嚇，要坐滿曬好虛冚咁就得。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能夠有呢個門徒嗰個質素喺裏面嘅，咁就已經係夠嘅嚇。甚至咧，我哋好容易好快咧就可以開始生意。咁我唔知喺呢個貪官，我可能冇做過。好，呢個就係我的 presentation 嚇。咁下邊咧就我知道大家聽咧就唔知聽得幾多，所以特登咧俾一個活動俾大家温習一下啊。